啊，咱即马咧灵修，就咧问讲吼，你现在咱都等下灵初现的时阵，为什么爱用错咧事？一个吼，两个伫边啊，开始一直甲转，一直甲转，一直甲转，转到尾啊，就走边啊，吐吐咧，吐吐过来转，何为爱转呢？哦，即马即就是吼，咱讲初级灵学的人，现在伫爱伫遐转，你转这个要干嘛？啊，妈祖婆人都唔免转，妈祖婆是直降转灵直降的哦，吼、哦，伊是发愿的来世间这个救度众生的，所以伊是吼、哦、咱的观世音菩萨的徒弟，伊去亲自呢下降哦，伊是转灵而降的哦，啊，咱一般的灵学的人。我无妈祖婆迄种根基哦，嘛无迄种叫嚣呢。哦，咱学就是为啥？咱对元灵落到这个世间了后，咱得到新的父母，和咱的这个肉体，咱所食穿用的，咱家己所有的吼吊带过程内底，咱所拄到的，反正咱是生做查甫的，啊以前是生做查甫，啊，佫另外一世生做查某的，吼，啊，咱嘛捌做过啥，捌做过啥，所以讲咱做这个行业不一啦。啊，既然行业不一呢，哦，咱所犯的罪就无同款啦，哦，嘿，啊，咱讲有人做官，就有人做贼啦。啊，你讲警察的，警察伊要掠谁？啊，就是有人做歹人，毋则就爱有警察，吼，啊，有警察掠歹人，啊，则叫歹人要甲掠去地关，当然毋则有感觉。就是有人做派，你都要有感觉，都要有警察，都要有这个司法单位，都要有这个律师，都要有判官，还不是因为你一个人所产生的负面，你社会为了维护公益正义，你必须要有这个什么？那个亲啊嘛，那个亲啊就是公平平等，那个亲啊，你去法院，你敢无看到那个亲啊？所以讲，咱即卖人要伫这个世间讲有钱判生。吼、哦，无钱判死，吼、哦，敢真正即卖人，吼、哦，真正是有钱有地位的人的囡仔犯罪拢免关，啊，若无钱无地位的囡仔犯罪就爱关，这种的讲人讲利明啦吼，然后咱要确定，所以咱即卖讲吼，人来世间是会造就了什么款，甲因甲果拢有关系嘛吼，甲因甲果拢有关系，那么这个因果关系。哦、我们就来分析说，咱今日个带着专心呢，诶，这个啥因甲果？那么这个业力呢？吼、哦，你伫这条灵策动的时候，你还有三分的善根，你的灵一个无大个摆正呢，一个有这个啥？你激励他，他还能够灵醒的时候，他还有背着很重的因果业力，那么何以转咱家己的灵的台？咱讲为地开始转，转灵台有什么作用？咱俩讲吼，我们现在要转大都会，就是先天，你要把它离地心引力啊，吼，要修先天灵，吼，我们的灵是后天嘛，但是咱的灵元神这条元天的甲已经灵醒了，那么灵醒了，它后天的这个肉体。你要改合的时阵，必然要有一挂因果阻挡嘛。所以有人讲，啊，你也要修，啊，你要先去下因果，莫有因果来缠缠作伙。好、哦，啊，你也要学，你着因果甲背背要可以。安尼呢，咱则袂因为咱那边哪修哪排因果，因为有些因果它会跟着你啦。好、哦，啊，有时阵呢，你一起心动念的时候是错的时候，伊着得病啊，甲你干扰。哦，啊，你啊起心动念是对的，你行这条路是正的，他会配合你，会帮助你，而且是，咱讲业力也是一种助缘，也是一种阻力，嘛是一种阻力哦，啊嘛是一种阻缘哦，啊，看你安怎做哦，你若安怎做，伊就安怎，你行位偏了去，伊就甲你移咧水底食水啦，好、哦，啊，如果你是行伫个正的哦，他做你的增上缘哦。他会帮助你提升哦，啊！你看这王金正就那只高追啊，只可爱啊呢，看你安怎对待伊啦？你是要爱高追，还是要爱可恶？你是要爱助你，还是要爱个优雅卡？好，你要不要爱个优雅卡？你有判输给做挂？好、哦、啊，无好的心念，定定的业无好的心念，定定的负面的影响，当然他就会在你
后面走丑后腿的，那是一定的。所以我们说，因为我们人的思维是要转动而带动，我们人的思维被带动的时候，重点是转了以后呢，你是否真的、哦、有继续。你要看你转年代还是转这个灵开始在转的时候，我们在原地转的时候好、哦，拄当开始的时阵，他个戆戆，有时会吐。但你转个惯习的时阵吼，你就会感觉讲，哎，你看人咧跳国标舞，你看人咧，你看人跳印度舞，他一直转，一直转，一直转，他离地心引力越高的时候，他的头就越静，他越不会晕，越不会晕。会晕是因为我们有一些因果业力，咕咕胆扣扣，你在带着你的业力在转，当然你会晕，当然你会去吐。那你吐一些浊气，所以就讲吼，咱家己的这个相关年代的这个甲这个部分，你应该去了解。这个甲为什么会那么辛苦，学得那么辛苦，是因为你这个乙的色身肉体无想要去配合伊，你的境地境界无够，对这神性，咱讲佛性、神性，好，你啊二佛的，你就讲佛性。但是人人执着佛性有啊，人人执着心性嘛有啊。你希望你做仙人、做真人，你的神性展现了那个灵。所以咱常咧讲吼，人呢吼无经过一番寒彻骨啦，哪来梅花扑鼻香？你无经过这个地。天地人，你无经过这个转盘，这个灵在哪我都像镜，遐尼明，遐尼清。所以讲灵台，灵台啊，这个就是咧讲这个灵，你转这个灵台，就是咧转这个灵。那么转灵的作用，就是像咱的洗衫机咧洗衫同款啦，脱水嘛。你敢捌看过洗衫机咧脱水？吼、哦，捌啦吼。拄当我咧洗衫的时阵，咕咕咕咕咕咕，我讲。要脱水的时阵，就呼安尼，啊，就像咱人同款。你拄当开始咧咕咕咕，因为血液循环，吼、哦，也有分离，也有分离作用啊。你还没有办法合体的时候，你就是咕咕咕，哪咕哪咕哪咕，还无要紧，慢慢啊，一直洗，洗到尾就习惯，到尾就像洗衫机在脱水同款。哇，洗有够紧的哦，你要叫动点，我动袂点。回到源头看清楚哦，哦，哦，我已经转出来了哦，你的浊气转出来了，你的灵性也转出来了，你的神性也转出来了。那个时候你想挥就挥，你想转就转，你想怎么样都没有人能够阻止你，你都可以的。啊，这就是要一段时间呢、啊。啊，你若要修炼的时阵哦，你不要怕辛苦，嘛唔怕唔茫惊你去吐，吐几摆算几摆。这样子转灵台，转灵台，好、哦，转灵就是由自己的灵跟你的自己的好、哦、甲跟乙，好、哦，把这个灵带动起来了，你的身体也被带动起来了，就是正常。好、哦，所以讲有时阵呢，那放空的时候，他就不由自主的想转动。好、哦，通常呢，好、哦、身心灵合一之前呢，心跟灵呢会有各自的运作。好、哦、啊，心的思维较强，灵的运作力就较低。好、哦、啊，但是心的思维呢降低，灵的感应就会较强。就是咱讲后天的意识神呐、啊，就咱这个鱼，你本身拉着它走嘛。鱼就是我喜欢去跳舞啊，喜欢去喝酒，我喜欢去哈、哦、百货公司溜达溜达。你的思维已经涣散的时候，你的神性跟神伟就降低了。因为你这么爱去讨爱享受，吼、哦，过来就是讲有家庭牵绊，有很多事情拉着你的时候，你讲你的原神的食要偌精工啊，吼、哦，你原神的食要偌精工，偌出类拔萃，都是因为你的鱼牵累他，因为你的鱼把他拉住了，他怎么有可能有神性跟，吼、哦，跟灵性呢？当然嘛无，所以我们的身体跟着转圈的动作。哦、在转的时候你的心要合一，就是你的仪造就你的甲，你的甲来配合你的仪，在灵动中转这个灵台的时候被带动起来了，很自然呢、啊。
他转圈圈的姿势又特别漂亮，而且呢哈，脸是带着笑容，哦啊、就像说要飞上天的，要飞上天的那种感觉，哦、这就是一个尊灵，那是一个时机啊。阿人讲开始进入灵修，哦，灵开启的时候，都是会做一次，哦，灵的排毒啊，就像他那讲的业力啦，哦，灵嘛要摆动呢，哦，灵的排毒时间呢，你要看过程。哦、有的人呢，那转那头，那转那头，这就是灵的排毒嘛。哦、那个疗程呢，有的人较久，因为业力较重。过来就是业思相关的、哦、比较了哈、哦。啊，咱地慧门较无开，所以他一直、哦、没办法让你的心静下来。哦、有人讲直接让灵动带动到结束，那就很快。啊，你如果不给灵，好、哦、来带动你的鱼夹跟鱼好、哦、分开了，你要提升也很难呐、啊。所以人家讲好、哦、排毒也好了，能量的注入也好了，好、哦、你越来越有能量，你的思维越来越安定，而且呢哈、哦、还可以哈、哦，也接到了一些很多很多好的文书，很多好的日记，好、哦、来鼓励你自己，啊也可以去鼓励别人。所以咱听讲吼，啊，咱要转九品莲台啦，吼，一品莲台是啥物？二品莲台是啥物？三品莲台是啥物？这个都是吼、哦，让你有一个什么，有一个吼，咱讲转莲的这个期间呢，你去看你自己发的什么愿呢、啊？何必讲咱发啥物愿？一品莲台好为生呢、啊，吼、哦。啊，二品莲台是什么？这是要由咱家己的莲台去发愿，转莲台，你把这个灵力，还有你的能量，你要转给你的父母，好、哦，要回向给你的哈、哦、冤亲债主，还是要哈、哦、点功，哈、哦，啊、是讲你呢在点功的时阵，哈、哦，你要做了发愿了多少好事，你在一品、二品、三品到九品。哦，这个年代里面它在转化是什么？当然呢也是你的原力啦，也是你的原力、啊、所以人说转年台，有人说啊，这是九品莲花，轻松愉悦，身轻灵轻嘛，会有飘飘然的飞升的那种感觉。所以人说转年台啦，转年台啦，通常都是先顺时钟方向转，用顺时钟的方向转，然后再反时钟的方向再转。人的想法思维低的时候转的会、哦、就会比较不会顺，你思维比较清净的时候你转的就不会害怕、哦、想停它也就会停，很自然、啊哦、转灵的动作不要说因为卡卡的转不顺就开始头晕，你就放空，你就是放空，没有放空，好、哦，就是要过是你的肉体在抓，要过是你的肉体在抓，所以不是你的专灵来抓，你还没有到放空的思维，让灵来带动。如果你放空到极境，让灵来带动，就会恢复正常。就像咱洗衫机，慢慢啊，慢慢啊，了就是咧脱水的时阵啦。好、哦，你由慢而快嘛，吼、哦。那你如果衣服放不平均的时候，它的重力就会侧一边的 ，bang b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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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ng， 好，脱水槽运转就不顺嘛，顺至会有那个撞击的声音，好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咱老这种的，都是因为吼、哦，咱三个个困无正，所以就安尼，就讲咧，咱徛徛无正，咱的脸无够清净，无够放松，所以他就没办法静下来。啊，咱讲九品莲啦吼，不管讲是一转、二转、甲九转，那么呢，转莲台呢，就是讲转甲莲到了一个阶级啊，吼、哦，到了一个层级啊，它会有顺逆时针的转动啊，有时啊就会转正边，有时啊就会转倒边，正边倒边都可以啦，上天入地吼、哦，所以有人讲吼，阴阳主来，人讲主宰来去。
其实就是一个没有障碍、没有挂碍、没有空间隔阂的自在状态。啊，既然没有障碍，吼、哦，它就没有空间的自在挂碍。安尼话呢，咱咧转是不是就足顺呢？啊，咱即卖如果然后咱讲转到一个层级的时候，吼、哦，我们就会自在的，吼、哦，其实就是没有挂碍的空间呐、啊。哦啊，你伫这个空间够隔阂的时候。排毒跟吸收能量你要分清楚，头起先多的头的时候就排毒状况，那排毒状况跟吸收能量的状况都是到最后你转得很自在的时候，你就是在吸收能量的状况，好，可以同时完成好、哦、能够能力状况的现象，好、哦、不用去想一些神奇的事，然后转就对了，然后让你的心好、哦由你自己的元神来带动了，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好舒服啊，好舒服啊！好，离开了地心引力，就像神仙一样啊，往上飞了了哈。咱今日讲灵转灵啊，这段呢讲到这。